次车倒好一点。对呀、啊，记得吗？一般都不堵车。到了机场那个地方就是。
我走了。我上东站来了，东站坐车走。没有了。叫老板自己弄上来。我就坐了门票我走了，那这边记录工资。他这不这两天不走，没买货。他过来，我问他，包还没拆呢，包，说我们这好几个下雨，晒不干了。别的有的我这边电话有的，那谁，万一不好的他就把他给你搞。我这我这三个儿的他哭的小孩。
车。谢谢。
正在备卡，请等待，等待协调状态，请稍后。等待协调状，主卡超时，请重新按键取卡。正在备卡，请等待。请取卡，祝您一路顺风。
对面嘛，你走过去不就到了嘛，是吧？是。过我们那个红绿灯不就到了？那个是今天，不是那个斑马线。